假扮文歪，我是阿秋啊。公司的电视剧，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要伫个十月二十四号放上第40集的大结局啊！算起嘛是算介小目啦。最近呢，我因为看一哥许杰辉见面，先甲伊 Q 出来，让大家批判一下，免说就是啊，咱等下做伙过来开讲。因为我 那时候已经好一阵子都没有在荧光幕前演戏，嗯嗯，但我始终相信老天爷总是会有一些好的安排，这样。然后就开始筹钱，然后这时候就开始有人找我演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不然我好久没有拍戏啦，我好几年好几年没有拍戏，啊就讲哦啊叫我去扮钟欣凌的大儿子，我讲好啦，啊有钱就好这样，不要一天又给他叫去讲无法度叫你扮好心，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钟欣凌年纪比你小5岁，然后你要演他大儿子，我说好吧，那谢谢，没关系，我就要走。制作人说：“哎、欸，辉哥你要去哪里？”我阿弟不是不要我了，我就走了，没关系啦，这样子。哦、他说没有呢，我们想请你演钟欣凌的老乡好，然后就这样子。哎、欸，一哥很重要呢。很重要，我一直觉得我心里他是男主角，是因为他的存在让整个我的婆婆对于整个台湾电视剧的，不论是你说偶像剧乡土化或者乡土剧偶像化的之上的，他一个台湾的文化的层次加进来了，然后让大家更看清楚台湾的人情味，其实是不局限于我们对于偶像剧或电视剧的一些刻板想象。那在这个剧，我有比较多一点的企图是请大家关心老年人的情感问题，不只是健康，不只是遗产，不只是这一些，甚至啃老、被算计的部分这样，所以哦，我就拍了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就像表演方式一样，我们受到那种本土剧的那种影响，那种表演方式就生气一定说你滚下，好像就只有咆哮而已，没有别的吗？你的愤怒的表演只有那样吗？对不对？你的角色个性是什么？你当下你想要怎么样去表现出来？不是只有跟他一个样板，对啊，就是这部分咱来进步啊。我们常常会听到，甚至有看到小孩子走路不小心跌倒，然后阿嬷过来就说：“哈、哦，咿呀，坏坏，哈、哦，桌子坏坏。”好，所以你从小就教小孩子，你自己做的这件事情，然后就要怪别人，这不对吧？那种憎恨的心，就说哼，爷，当爷形象，爷故事干不过精彩，对，反正就是那个心情起伏，对对对，很多小剧场这样。我也袂甲大家解释，我拢足坦白甲大家讲。啊，但是咱这边嘛无咧软呢，咱甲表现出来。几十年诶，吼，啊，伊即马呢听咱来讲了后，伊全讲，哦，我想袂到你安尼。其实你有一想法呢。哇塞，原来你想这样表现呢、啊？表演指导跟表演设计这中间是有微妙的不同的吗？表演指导就是，哎呀，你怎么不会演呢？这个我教你，哎，我给啊，你就 copy 我。那我表演设计是我们在剧组还没有开拍之前，我们就针对你这个角色进入，然后从你身上去挖掘你有的一种特质，然后把它转换成、切换成、升等成我们想要的。那 OK， 你不知道，如果是我许杰辉演，我会这样演。我用这样去引导他，那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演？我们就来玩嘛。创意开发的。然后我就丢一招，他也丢一招，再丢一招，他也接一招，再接啊！他没有想到，哎，居然这时候副导说那可以怎样啊？哦，又有了，然后就继续玩下去。然后这时候那个监制又说那可以怎样啊？哦啊，导演也可以啊，这样这样。然后到后来我们有这么多丰富的东西，来麻烦带回家练。然后对啊，还是要修行在个人啊。对，那带回家练，然后你练好了，你到时候告诉我们你想为什么你想要这样表现。你要有你的表演理论。最早我们看卓别林的那种黑白片，然后哇，为什么那一个坏人的大力士拿着斧头这样一砍，就砍到了卓别林的鞋子，然后可是居然没有砍到他的脚趾头。真的有那么厉害那么精准吗？可是要赌这一把吗？我们后来才知道原来那是倒拍、他其实是先玩着这个、然后再起来，然后用力拔起来，对对对，然后他再倒退走啊，你片子一播的时候就变成卓别林跑跑跑跑跑到这边咔嚓，
这个天冷啊。就伫个一个月外前呢，婆婆伫个九月十二号放上第三十集的古旧情的时阵呢，竟然创下公视戏剧的上悬的收视纪录，4.3的成绩。4.3是啥物意思呢？咱甲旧年的咱看学的剧里的完结篇迄集的收视数字摕出来比较一下，完结篇迄集收视是3.4，啊，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第三十集是4.3。啊，算剧情有精彩啦。第三十集讲，哦，男女主角法国康熙，哦，佮头家娘蔡芳，因做伙研发出来的王来酥呢，去参加比赛，迄算是真好食，规组上团结的时阵，看了真正真感动。但是了后呢，真好食有名，后来因就开始嗯兄弟啊，要开始抢店，啊，佮加上一哥因为伊破病。伊就叫做出国，其实是去病院来治疗啊。所以呢，咱最后伫个35集、36集，竟然拢无看到一哥，迄真正是足寂寞的感觉嘛。啊，婆婆呢，这出戏其实就是把台湾的两行的特产的电视剧的元素拢放做伙叉叉的。第一类就是八点档迄种闹热啦，讲台语啊，啊，有当要看到你会笑、你会哭、你会生气。但如果是有在录到最新的集数，看他们的真家产，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就是你真的会去有这两个哥哥秉忠康秉孝，还有秉爱气势。第二就是戏剧跟偶像剧的那种剧情啊、元素啊、回魂啊、跟演员啊，演的就是张书伟演师傅花贵嘛，还有5566的王少伟、徐梦泽演兄弟，还有邱凯伟，啊，这那个那一种算是现在算前偶像明星演员啊，还有像谢易宏这种鲜肉演员的发扬出他们想要变成那种职人演员的那种努力，做伙把这出戏演得好。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我们来做伙期待说10月24号的40集的大结局。以后我们再来继续聊台剧，拜哟 ，Chicky 啦，破万了！谢谢大家支持。想要听什么雀雀讲的影剧吗？嗯，欢迎留言再告诉我，任何地方都可以跟我交流。还有什么啊？破万要 Q&A， 一起来。